灰度染起上向，昨天温发健康气内个白龙抬头，安东眼泪都就冻都赶紧下去。唔讲银行除了为提防洪带来观光财之外，也破坏了顺条个天气。先前起上向公司在高级白提出来起上向提进补上调理，还个经过起上向退回通过。南白露天温发健康气内个天气，还讲海军为银行受到损害，独坐在身强一百五百个元个补偿。面积有175公顷的慈善循环医院露天文化景观区，认真广告同时都分业，当然像几百万的人客，也影响附近的工作业。按当年来，建塘道由四郎茶跌到天桥度，也是天桥本人轮得的事业黑白人。虽然当天票四郎茶业者设置四年前组成的辞职费、赎罪费来赔偿相关的损失，不过四年下来业者的工作业则没得到赔偿，还用业者不幸解业。辞职费的成效当不好。垃圾袋、脚片啊，都黑白病啊呢。再造成呢农民的动到困扰啊，但人家部分我希望后面人他都开始支持的，还讲政府拨都赔偿补偿一些的。应当是爱补偿。慈善向公所就提出同时通过慈善向体检补偿条例，和一百文化健康制度的工作人员在天桥本人下破坏受损，就在提出补偿申请。国有公所老所有的票四郎产业者同意来收退偿费用，但秋天明年最多都是补偿2000元。垃圾掉进去啦，或是说有车子掉进去啦，好，每一起就会补助500块，好。越整就没赔他办的啦，就两毛两条钱的。啊，人家公所意思讲，地方出面整合了，是，啊，人家他搞钱，啊，用多少赔？赔给啥？慈善向公所讲，补偿条例建议双桃园政府核批，等十月向退费审查部分文书修正过后，就做公告实施。本公所刚中年老票四郎产业者，由机会创造出十月，下个新闻陈冠明，同侬不同。